子山啊、慈母峰也都重要，皇帝殿啊。这些应该要空拍啊。对啊，今天没有空拍很可惜呢。不想说今天会下雨啊。四五牙尖，来飞吧！逢端午连假，临时成军的外警队选择出任务的地点，竟然是一座号称北台湾最难攀爬的礁山。这山既险又奇，本该尽收在空拍机凌空俯瞰的广袤视野里，但外景一行才正要徘徊在举足不前的懊恼深渊时，一个个身怀绝技、各领风骚的武僚间奇人出现了。在山对山、崖对崖、命悬一线的绝壁天梯上，刺激爆表又不失大险之美的实景影像，展现他们对山林、对山友的一腔炽热。尤其一路扶持协助的武僚间神人级守护神，竟然坚持陪走到最后尖峰，在秘密武器揭晓、空拍机顺利升空补位后，前所未见的家园夜景铺展眼下。我们感谢上苍，带着祝福继续往下一座山走去。这段绵延着裸岩本色的瘦长山棱，若非空拍机凌空而过的清晰扫视，初次行走其上的人林深渊、吕伯宾，或挑战或试胆，应该很少人会透过飞鸟一样的视野眺望来时路和两侧雄奇山景。原本打算在致灾性豪雨降临前，将王老板老家遥望多年的武僚尖山完整收录的麦歌，为求快速，却因此舍去了空拍机及其他沉重器材。财政懊恼，新朋友重俊慨然奔下山，为我们背上来了空拍机。接连不断的幸运之神一一出现，山径上脚步轻盈、即将谋面的勇者，每一位都让我们体尝到了山里最醇厚的人味。加油加油！那我们要走这段最惊险的人挤了啊！我们这里有第一代的守护神，第二代的守护神，我们应该是会很安心的。这里很多守护神，很多守护神啊！听说上面还有一个在那。对啊对啊。好，我们等一下再上去看一位非常资深的守护神。需要帮你接吗？对，好啊，谢谢谢谢，好，谢谢重庆，好，我帮你拿一下，好，真的谢谢你啊，会，在这边要飞空拍机，才能展现出这边整个地形的惊险度啊，对啊，哇，真的非常谢谢你，要用空拍机来看到它，用雄伟的那个样子，哦，所以像你来这边做空拍的飞行，第几次了？没有算，应该十几二十次。应该有，哇，十几二十次了。我发现来这边，不管是登山也好，那像崇俊他来这边是飞空拍机，也都一二十次了，都是非常经验老道的，哇。所以你应该有拍摄到很多非常壮丽、非常美丽的风景哦。有啊，尤其是上面那边比较多。上面，对，超级雄峰那边。以前都背单眼，然后后面觉得大家拍照的角度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开始接触到空拍，就觉得。好像视野不一样。那当初为什么会来爬武僚尖呢？第一次的话是同事约的，然后后面就是爱上武僚尖，然后就是常常就自己就上来。哦，对，放假就上，还是说心情如果不好的话也会上来。哇，特别去那边那个峭壁雄峰那边坐一坐，好的，放空。就来这边看中的景色，就觉得可以有疗愈。对，我们今天 MIT 杂志哦，真的运气蛮好，因为今天。
人手比较不足啊，遇到有帮忙拿脚架的，有帮忙派队的，那今天又有遇到这边有一个飞行专家帮我们拍了飞段人线，那待会峭壁雄风可以再麻烦你们吗？可以。你是哪里人？住哪里？我现在住桃园。桃园，哎，我发现很多桃园的人会来茶舞聊天呢，蛮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大家常常来，然后发现他们都已经变成好朋友，对，就是一群好朋友。然后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的背景，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非常的热心，非常热情，乐于助人啊。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对，谢谢你。感觉越爬越精彩啦。对，这一段是最经典的，最经典的，好刺激啊！哦，你说哪一段是最经典的？再往前一点点，哦，就在这一段也算了，对，从这边开始，对，对，我们刚刚从那边开始走，那个裸露感就越来越重。啊，小高说前面这边就是最经典的，对，好，我们就来享受这个经典啊！太经典，刺激。我的视野真的很好，可以看到整个三峡地区哦。三峡这个地方就是大汉溪谷啊，都可以看得到。好，哦，这边好危险哦，小心哦，寒风紧箍咒，小心走。你小心啊，慢慢没关系，慢慢走，慢慢走。宝宝，头也要小心，一定小心啊。赏了密林遮蔽的视线，一片大好，却预告着险境降临。虽然目前一行人还能以昂首之姿挺身走在无以数计人机曾经来往踩踏过的发亮兽棱上，但从登山口开始就一路在巨石绝壁、盘球根藤中攀绳抖上抖下的剧烈落差，让人不敢轻忽小觑脚下踏出的任何一步。30年前在大学登山社担任社长的麦哥，率领30几人的浩荡队伍攀登五寮尖山。30年过去，那年的山是否一切都好？经典路线哦。嗯，经典、精彩、惊险。哇，三金哦。嗯，金钟奖。好，所以。哦，加油！小心小心！哦，精彩的来了！我这太热了，太冷都会哦。这边要稍微小心一点啊，慢慢走过去啊。行，谢谢啊，不会。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莲花，天然的盆景。这里竟然有一小池的荷花。对啊，还有人种花哎。要抓稳一点了。然后这边已经到峭壁雄峰，就是最精彩的。对，而且它这边是一片岩壁上去嘛。对。那个距离大概有多深？距离大概目测的话，大概7层楼应该有。7层楼？对，如果一层大概30的话，7×30有20几公尺。不过这边看视野就很空旷啊，这边就看到五寮尖啊，还在我们的右前方哦。它真的是非常尖的山啊，哈，难怪叫五寮尖山。那这边就是峭壁雄峰，所以我们带的是从大峭壁下去，对，然后再绕上去，绕到过去，然后到上五寮尖。对，他听说这边还有一位大哥志工啊，对，长期都是驻守在这个地方，头发已经都白了，在那边都是在帮助山友，那我们带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哦，这边真的很惊险，很惊险啊！对，好，我们就慢慢走过去啊。站在这个地方，视野真的很棒，风吹起来也真的很舒服，可是其实蛮惊险刺激的，尤其要在这边工作更是辛苦啊。可以反方向往上爬。要走横道路，加油加油，别起来了。苏大哥，辛苦了辛苦了，麦高你啊，麦高你啊，从山下爬上来啊，就听说有一位大哥哦。在峭壁雄峰这边，在帮大家做一些确保啊，
对，就是指导一些人上下。哇，所以在这边工作，哦，两边都是蛮陡峭的那个峭壁下去啊，所以其实真的有点危险，但也很辛苦。这是当哦，对。大哥在这边帮一些山友啊上下几年了，大概五六年了，很密集来这样。五六年是很密集来哦。他以前是有来过哈，就有中断，哦，去北斗山。后来来这边的时候说，哎，爬山马上回去没事情了嘛，太险了。后来看到人家说爬山会怕，他就说帮人家选好，对不对哈？一来就慢慢就迷失了。哦，很多第一次来，对不对哈？他会怕，哎，我怕哦，这个会怎样？说没关系，你的叫你走，一定保证你下去，哦，带你下去都可以。哦，老老少少，小孩子的话哈，四五岁，我有可能背他下去，要背的哦。哦，你要背小孩子下去哦。他不敢走，会怕。哦。后背哦，背着他下去，也有这样的事情哈。有时候，小心的人哈，我们看到有一次哦，来到这边，一个妇人摔下去，我马上下去保护他。哦。给他叫起来哈，给他秀一下，陪着他下去保护他，走到下面这样。啊，很多人不会走，会怕怎么走？我说教你走没关系，就是我们要有技巧，方法走下去，很多人都会走哦，大家都很平安、安心走，有信心。到时候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哈，哎，你有经过这个经验，哎，那甚至没什么峭壁会走啊，大家都安全哈，大家都会走。哦，哎，就是这样，就是要拍照。要不要走？哦，大家要示范一下怎么走的，走下去。因为这边看下去，真的有惧高症的，其实还蛮恐怖的，因为它真的还蛮深的。但是我可以用跑步下去，哎，真的。用跑步。再拍照的话，真的是。那可算是，不要小心了，大哥。来，哦，就是这样抓着绳子下去，是吧？哦，我们再开始了哈，你拍好。好。好了。是无聊边奇人啊，不过这阿北真的是有练过，他已经在这很多年了。不过我们一般山友来这边，真的还是脚步踏好，然后绳子抓好，一步一步下去啊。不过这阿北他的身手真的是很矫健，很轻盈啊。大哥好像在走平地啊，这家领导照看呢。平地啦。哦。这好像轻功水上漂啊，你是在岩石上跑步啊？对对，累积累积啊。这个过程哦，下去再来再说。嗯。后来十次累积累积，没有人的时候，最多二十次哦。哈哈哈。二十次满足了。哦，对对对，那个还是真的很厉害。OK， 不过我们还是注意了，就是抓好绳子，慢慢爬，毕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就是有还是小心的爬。但是有技巧哈，还有臂力、手力都要。帮我哈。好啊，那这样我们就一个一个下去好了哈，好，慢慢下去，那注意安全了哈。好，那就是大概是转过身来嘛哈。先我们调哈。好，对对对 ，OK， 这边有抓的，还好，好，抓好这个绳子，好，下去哈。是历经了无数个起伏跌宕的断崖陡壁，第一次乍见峭壁雄峰的软妹，还是不断探寻可否山不转路转。扼守在险关上的神人，看过百种惊惶失措的神情在绝壁前上演。麦哥想起当年的大断崖上不曾架设任何防护设施，然而尽管只有一条路，
年轻的麦哥还是在峭壁上留下了一张双臂开展的无畏身影。位于七龙河最上游的新北市平溪区以山水奇景闻名，尤其峰间岭险，独耸插天，山形有如石笋一样的孝子山，又和新北三峡的五寮尖、石碇的皇帝殿有台北三尖之称。孝子山海拔高度360公尺，山虽不高，拔地而起的耸立绝壁，不论隔山仰望或登临其上，气势都相当惊人。小兰姐不错啊，哇，好，一半了，一半了，站起来一半了。啊，等等，走下的感觉怎么样啊？看一下吧。没有喝酒还是贵啊？因为那个大哥有先示范。哦，有示范哈。不会害怕。好，小心走，小心走。谢谢啦。老美还是要站着这样爬，老美。如果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没关系。技术很好，技术好。谢谢拿小江来这里吗？辛苦辛苦，谢谢小游，谢谢小游。一般山友来这边会建议怎么走法？通常会走挑战步道，就是从玉里商店那边上，大家常走。快到宫顶前，有两条路线，很多山友都会采用左去右回的方式。然后下到茄东树之后，中间有一条路可以直接又下到玉里商店。那一般单游的脚程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所以一般走4个小时也是蛮久的哦。那下这个峭壁雄峰啊，有没有特别要叮咛比较安全走法？还是要注意脚踏点，然后三点不动，一点动这样，确定说你的脚步踩稳之后，再继续往下走。那像阿伯那样子草上飞的呢？草上飞的话，那个需要练很久哦。对，还是不建议这样走了哈、哦。嗯，需要多多练习。谢谢小游，谢谢小游。啊，这边嘛，那边有下来了。靠平衡，不用绳子哦。这边不用绳子。这样小步这么多，这边还有一条捷径。那边还会走一条，这样不长这样走的路线。有没有走下来感觉怎么样？应该戴手套。比较安全，虽然有很多人在照顾我。正常来讲，应该要戴个手套过来。嗯，其实我有戴，可是刚刚，也不能说有点紧张啊，就是因为空拍机来了嘛，所以就急着下来。其实我这边都有手套的，都有准备。嗯，这边应该还算蛮好走，因为那个石阶上面都有一些坑洞，脚会有些就一些脚踏点。啊，对，你是少林寺出来的，台湾寺。哦，你有去过少林寺哦？哦，可以这样水上漂，草上飞，哦，很厉害呢。哦，那、啊、你体力怎么那么好啊？嗯，要运动。平常都做什么运动？单杠。啊，拉单杠啊？会拉20下。哦。一个小时内哈、哦，拉100下，哦，啊，单次最多拉20下。
引体向上这样啊、哦？哎、欸，这样，哦，哎、欸，那个，我像这个，你看啊、哦，应该可以了，还，好，没拍下来，我可以了，你看，没有，你看，没有，对啊，这样，我是这样，看到，对啊，啊、哦，两下了哈、哦，两下我基本能蹲，三下了哈、哦，别飞高哦，四下，五下啊，飞高哦，六下，七，八。九十十一，哇，厉害厉害厉害！啊，十二哦，还背背包，有个重量呢哦。我现在就背背包哦。哦，阿伯今年几岁啊？七十了。七十了，比十七岁的笑脸还要厉害。没有没有，要运动了。哇，现在叫。拉五下可能都很累了，就是没有你没有运动的话哈，那衰老很快，嗯，这皮哈就软软的哈，嗯，所以就是说老化很快。啊，这样的话你看，哦，这肌肉大啊，哇，这阿伯大哥真的是有练过的啊。好了，推看看，你看到真的真的，哦哦哦，好好，真的，哇哇哦哦哦。哇，哎呦，有呢，哦哦哦哦哦，哇，那个肌肉像那个像山峰一样啊，太夸张了。啊，你好你好，这是肌肉吗？哎，是肌肉。怎么会有长成这样子？受伤，有点受伤。哦，有点受伤。这个右边是正常的。哦，这个是正常的。这边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哎，这个正常的。哦。哦，阿伯是有去过少林寺的哦，哦嗯、有练过练过哦。啊、哦，感谢你，感谢你，还在。哦，大哥住哪里啊？是哪里的？住那个中和。中和哦。哎，我们来到这边20公里。什么时候会来五寮间？礼拜六、礼拜天办退休了哈、哦。嗯。天堂偶尔会来。哦。哎，这大哥真的是厉害，这要运动啊。七十岁，所以我们都比不过你，真的。刚才说一下吧哈、哦。嗯。有背背包，那我们之内哦，没有背包，应该20下可以。啊，这不是一般单杠，这比较大，单杠很小，抓得比较稳。啊，这比较粗，比较大，不好抓。哎，厉害厉害，哦，啊，就这样哈、哦。啊，刚才人家十二下对哈、哦，现在十下没什么。我现在十下没什么，你看。把师伯再一次。哦，三，哦，起码十下，四下。哦哦哦，这是七十岁的大哥吗？老人家了，六。这个比十七岁还要厉害啊，真的。哦，厉害厉害厉害！八、九、二十哈，硬邦邦，跟石头一样哎，真的硬邦邦啊！哇，拉一百下就硬邦邦哈，我这个硬邦邦，真的是五寮间奇人。今天都遇到奇人，厉害厉害！走你千遍也不厌倦，山友间传说着攀登五寮间会上瘾。有人如进出自己家门，但也有人一次就够说嘴一声，于是人从此不再回头。小白狗跟着主人重俊不知上下多少次，看到一身肌肉坚实饱满的苏大哥突然静不作声，不知是否和我们一样钦佩之心如滔滔江水。一路上备受五寮间奇人守护的工作人员，接受过峭壁雄风的试炼，对这几位助人后也只是轻浅一笑，但伸出的手永不停歇的热血人士，除了敏感肺腑，相信曾经被他们及时拉一把的人应该都会心生错觉，以为在念天地悠悠准备怆然涕下的峭壁和独立峰之间，突然天降雄兵，甚至适时地指出崖壁上艳红鹿子百合的绽放地，让惊魂甫定的你爱上不同季节的五寮间。真的是惊险刺激哦！大峭壁爬完了，下来还有一段小峭壁啊，所以人都爬的时候要小心。爬的时候手皮不够厚的话，就戴个手套，用指滑的手套来爬，抓的话比较不会痛。爬的时候手皮够硬呢，就没有问题。哦，这个真的是爬起来很刺激啊！好，哎呀，五寮间奇人真是多啊！别像大哥，哦，体力真的好，引体向上，
现在还可以做二十下，觉得很敬佩他们打这个洞，因为以前哦没有做，他憋到那个发电机对不对哈？嗯，他那个电钻的哈，那个表就用辅助的打到一个一个洞给人家踩。所以以前这都是人工打出来的，打出来人工打出来的，哦，非常可敬。好。这边很多后置人员都出来跑了哈，下面也算这样啊，都跳皮多。郑宇也出来了，他打过重点。郑宇可能这边比较好下，对，从这边下来哈，从右边下来，右边下来哈，就到了右边下线。好，软妹小心一点啊。好，下了。啊，就从旁边。小软姐加油。背包大了哈。嗯。软妹加油。小，背包小。平常都在剪接写稿啊，现在终于可以出来热身一下了。哦，在配合吗？对。小阮姐、阮妹平常都在办公室，那她今天会很累哦。剪接写稿，对的，太有劲，她已经有，明天会很累，她已经有预备。哎，今天很累哦，哈，在谁在办公室来爬山了？哎，一个人自己。刚刚算你往这边走，啊，坐下来，坐阮妹比较快哈，往这边下来，好，比较窄哈，啊，踩到到一头就下来。哇，这是越来越厚感。对。后来就很好走，这样一阶一阶的石阶哦，是人工前人把它打出来，一阶一阶的，一体成型的，龙筋的。以前没有绳子的，就走这个龙筋。410公尺的慈母峰位于新北市平溪区，陡峭山势紧邻着尖耸的孝子山，沿山壁俯坐而出的登山石阶让人望之生畏。慈母峰面向西北，可仰望海拔450公尺的普陀山。普陀山登山步道同样是岩棱开凿的石阶。慈母、普陀、孝子三岳连峰是北台湾以尖著称的登山路线。往五条街前进啊！
哇，他跟你的路跟人家不一样啊、这个不好走。哦，你现在好像神仙哦，现在不到比较下凡尘了。没有，我会坐后面等，在后面等哈。神仙要下凡。我是觉得苏明牙断奶比较恐怖的，可以笑比较，可以笑比较，不敢。对啦，可以笑比，可以笑比更好一点。哪里好肥哟、好，这算是休息站的哈、啊。这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标啊，就是后面有一棵非常大的茄冬树哦，很大。它通常要爬五条街的话，在这边会休息。对，然后去看这个宫顶，在宫顶。对，我直接去宫顶。是。哦，它的路线带路怎么样？可以从这个左右尾或右进一个 O 型的路线下来都可以。对，都可以。所以一般就是看前就是哪边上去，再或者从那边下来，然后待会再从这边下去。对，先挑登山口，所以我们在重装备放上山。对，好啊。那现在大家把比较重的装备可以放在这边，然后带轻装带着上去，那休息一下就上五条街了。一般走上要多久？大概15分钟左右，15分钟，一般脚程。好，大家休息一下。这个茄冬树很大哈、哦。不知道这些长是多少长啊？这长啊？100人了，不知道。100人了。他以前的这个树枝哈，树干没有。你看他说就来了，然后就给他锯掉。那三枝干那个这么像手臂这么大的树干来了哈，那小的树干那个，你看这边来，应该是有榕树有把它包起来，就是残的了。你看是榕树，它那个根系很厉害，它会把那个茄冬包起来。蚕乐绞杀，这是植物的竞争，它也会把它勒死的。好，加油，哥哥，继续往五条街前进啊！耶！好紧张啊！哇，太激烈了！上五条街，天色慢慢暗下来了哦。哦，加油加油！上去要大概多久？在18分钟。18分钟？7-8分钟。7-8分钟哦。哇，好轻松啊，还算扇子啊。好，慢慢走哦，不急。老麦可以吗？可以。今天买出来郊游踏青的，就感觉是被什么？被惩罚。被惩罚了，哎，是没好好做节目啊！哇，小白队长，小白也要上五条街了啊！
那边慢慢爬哈，不急，因为上去还蛮陡的。辛苦。好，快到了，快到了。加油加油！好，最后一段了啊！最后一段拉平行啊！就是那道光。有东北亚最美丽百合及最红百合之称的艳红鹿子百合，是台湾唯一具有艳丽色彩的原生百合。每年八月花期，全开的花朵满布着鹿纹一样艳丽的斑点，因此得名。艳红鹿子百合是北台湾特有的植物，过去因为人为滥采，族群几乎灭绝。目前在屏西地区复育成功，已陆续重现往日花踪。爬上人线了哦，视野又展开了，哇！哈哈，加油！哦，哦，哇，到了啊！朱大哥到了啊！到了到了，哇，终于上五条线了啊！到了，加油加油，到了，对，哦，好，到了到了，到了，小白也到了，啊，大家辛苦。来来来来来，哇，哎，到喽！来来来，耶！哇，来来，五条线喽！到了，到了，到了，注意了，注意了！哎，真的到了！妹妹加油！啊，好。哎，还有光啊！真的啊，谢谢大家一路的帮忙，都让我们爬上五条尖山的了哦。啊，真的谢谢大家，来，我们击掌一下 ，Give me five。好啊，玩那个稍微缓一点的。OK， 快点拿出来，辛苦辛苦啊！不要玩命关头，拿出来玩家。对啊，顺便训练一下，加油！谢谢，加油！好，谢谢一路帮忙。不会不会，来再要冰糖。哦，这次上到五条尖哦，海拔虽然不是很高，大概六百八十五公尺，那有的写639公尺，大概就是600多公尺哦。六三九，可是他一路从这那口上来哦，一路都非常精彩，都没有冷场，所以都是要手脚运用啊，四肢都用得到，所以真的是运动啊、健身非常好的一条登山路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爬这段五条尖哦，交到非常多的好朋友啊。今天本来只有我们一个人这样上来爬，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可是这队伍越爬越多啊，而且就认识了很多五条尖的名人，小高，他说对的哦，谢谢谢谢谢谢，还是要谢谢，好谢谢，他一路帮我们做很多的介绍，然后也宣导很多登山的安全啊，然后还有小游，
麦哥，啊，哦，这次小游帮忙我们很多，帮我们摄影组。那苏大哥呢，哎，是第一代的志工啊。哎，哦，这个有去过少林寺训练的，真的是不简单，有空多多帮忙人家了。哦，真的是啊，我们学习啊，就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还这样热情。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对啊，哦，还有一年四季只有一件衣服的，这这这这高，一年四季只有一件衣服的，哇，真的是很厉害。哇，啊，还有我们的小白飞吧，同志。哎，好，谢谢了。那这次我们本来没有带空拍机，因为本来想说，因为梅雨封面要来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没有带空拍机了。谢谢崇俊啊，嗯，哥带了两个小白来，那还有我们 MIT 的后制组的，平常都在剪接室吹冷气的，今天被抓出来，可能明天没办法剪接了。哦，这样子啊，那我可能没办法卸妆。要休息一下，好，要休息一下。现在有点那个脱皮了，只有戴手套啦。跟大哥讲太紧张了，那就直接下。节俭啦，节俭啦，我也要节俭。对，没办法，训练一下，训练一下 ，OK。不过刚刚在登山口的时候，小杜说他有秘密武器。对啊，他拿出来了，还有秘密武器。我南京封顶来登顶也奖励蜂蜜水啊，哦，这是我们家的哦，哎，杯子大家，蜂蜜是不是？蜂蜜，哇，太棒太棒，哇，走了一整天哦，流了很多汗啊，把小杜特别带了他的蜂蜜水啊，他们家自己的蜂蜜，好了好了，棒哦，好像精彩，我们都会带上来，对对对，遇到一些好朋友啊，要分享啊，好，每个人都要加一点小杜的蜂蜜啊，这是什么蜂蜜？百花蜜，百花蜜啊，哦，这个时候到山顶喝的话，真的是很过瘾啊，那我们要谢谢大家，那我们要。依照我们的惯例啊，喊成功，好不好？好，好，来啊！一二三，就 MIT 同志成功啊！来，一二三，台湾字，台湾字，五条线，成功！恭喜！百花蜜，那也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赞赞赞！哦，干杯，干杯，干杯哈！干杯！第一次在无聊间看到，哇，好喝哎，真的好喝！小兔太帅了，要一瓶啊！可以续杯吗？哦，来。好，来，谢谢大家了啊！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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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道麦当，麦当，谢谢，谢谢，来，小游，谢谢，真的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平常到新北市了就可以经常遇到了，真的很谢谢小杜啊。不过他这个蜂蜜的话，平常当然有些班友的可以分享到，可是有的时候是他会要帮助别人，有些人如果水真的没有的时候，或者要救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蜂蜜水啊。好，谢谢哦。而且无聊间的视野很棒，可以了，可以看到整个三峡还有台北市，对。不会让大家看夜景吧？不会，一零一在后面。哦，还可以看到一零一的地方。应该看不到。立足五寮间绵长的峭壁雄峰上，可见对面一座岩面上有着石猴一样图腾的山峰，山友将它称为独立峰。一般登山行程在完成峭壁雄峰后体力耗尽，大多不会选择再上独立峰。然而攀登过程同样惊险的峰顶上，有如铁达尼船首象征的护栏，几乎是挑战级山友不会错过的圣地。这里是五寮间，小白飞啦！
心惊胆战的风突然安静下来，原本忧心取景时光线微弱的暮色，竟也等待我们举蜜同欢、小白升空后才笼罩下来。这群热血汉子之后得继续陪着我们摸黑下山，麦哥正深感不安，没想到他们人手一机，赞叹从来不曾在五寮尖山峰顶看过山下的家园夜色如此灿烂动人。小白狗累了，但我们还沉浸在山对山、崖对崖的来时路，以及风美醇厚的人味，这一切一生难得几回。